啊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Mike大叔。这间爱乐沙位在中华路上哦，是在中华路上蛮有名的马来西亚美食哦。那我们就来试试看。好，那这是这一间店正面的样子哦。然后座位区不是很多哦。然后内用区的话，大概就只能坐个，我看应该是有20个人吧，不多。好，那这边就有店家的介绍，爱乐沙源自马来西亚啊，这些哦。好，那点餐区在这边这样，然后是一个很年轻的小姐在柜台哦。来，给他点。先生你好，那我想要那个海南鸡饭跟那个爱乐沙小碗的。哎，对，啊对，这样可以，嘿，那谢谢，260，好，谢谢。那全这个是爱晨先生一人开的店吗？对。啊哈，那有时候偶尔会在的。他一天表演，不然每天都有。啊是啊，好谢谢。你要位置啊？哎，好，我等下再找座位好了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原则上 menu 上面都在这里哦，然后会很清楚的写他们的成分哦。哦，那这边就有写它的成分哦。米粉、虾仁、蛋丝、肉丝、豆芽菜哦。好，那现在这个小姐喝的好像就是爱乐沙哦。您喝的这个是爱乐沙吗？好喝吗？还行啊，谢谢。好，因为刚刚那个 menu 有点挡住哦，那这边的比较清楚哦，可以按暂停键慢慢看一下哦。然后用完餐的话，那个回收区的餐具就是要放在后面这边哦。好，那这个海南鸡饭就好了哦，原则上分量不是很大，应该是鸡腿肉去骨吧哦。那旁边有这个红色的酱，还有个绿色的酱，然后还有一个这边自己加的一个这辣的酱哦。三种酱，好，那现在试试鸡肉看看哦，看起来好像还蛮嫩的哦。然后刚刚讲这个艺人艾莎艾晨啊，没有在这里面，他今天不在。然后沾上这个红色的酱看看哦。我这个海南鸡饭蛮滑的哦。然后那个刚那个红色的是辣的酱哦，那我沾看这个绿色的。这个确定是辣的啦，然后这个是有香味，但是不晓得是什么酱哦。然后再这个是第三个，应该是辣椒酱了哦。小妹妹，你没有吃完啊？你没吃完。好，那店员都很忙，我看还是不要问他好了。总之，这个就是马来西亚这个道地的蘸酱哦，它就是这样子，然后吃起来就都很好吃啊，哈，蛮开胃的。然后饭上面还有这个小黄瓜哈，有腌过哦，酸酸的，蛮开胃的。然后这个一般会用鸡汤来煮这个饭哦，所以这个饭会很香，有调味过的哦，然后鸡汤饭这样很好吃，看起来画面上看起来蛮粘稠的哦，但是其实吃起来蛮清爽的，好吃。然后这一份是160哦。很道地好吃哦，因为大叔我也蛮喜欢吃海南鸡饭的哦。那这个我觉得很正宗的味道，然后蛮好吃，然后分量也蛮多的哦，不错，很好吃，都去骨了哦，然后这个鸡肉的嫩度蛮不错的哦，蛮嫩的，好，蛮香的。这给它煮的，给它算是蛮软嫩的哦。
然后鸡的香气也很足，这样。好，那这个海南鸡饭的分数我要给它95分哦，很好。缺点就只有感觉上了哦，分量稍微少一点点。很好吃哦。这个饭可能要剥一下哦，你看其实它是很蓬松的哦，看起来是一坨这样，其实它是很松软的哦，然后富有这个鸡汤的香气，很棒。好，在这一道菜应该是叫做爱乐沙啦哦，然后就是有虾仁啊什么些这些东西，然后很丰富这样。啊，汤头看起来好像略有的感觉哦，那先喝喝看。这有辣度哦，差不多像夜市的那个麻辣臭豆腐的辣度哦，其实这样就还算蛮辣的哦，然后海鲜料蛮丰富的，其实吃起来小心一点哦，它蛮辣的，然后还有这个米粉哦。材料蛮丰富的哦，还有蛋丝啊，这些肉丝什么的哦，很好吃。这个越喝越过瘾哦。好，那米粉就还蛮 Q 弹的哦，然后这个汤就是有很多香料的味道啊，它不是只有辣哦，看起来好像有点油，但是其实喝起来是还不感觉不会过油哦，然后香料味很香这样，然后米粉，很好吃，好像有香茅的味道吧，好，那这一道我蛮喜欢的，那这一个我给95分，好啊，但是吃的时候小心哦，它是有辣度的哦。那柜台小姐其实笑也蛮甜的哦。好，那我还要一瓶那个这边特制的鲜榨金桔汁。谢谢。它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？它是马来西亚的配方，很好，现成。所以就是。谢谢。那我想请问一下，那海南鸡饭它那个红色酱跟绿色酱各是什么？青葱酱跟这个特制的辣椒。这样子，青葱跟特制辣椒。谢谢。好，那这35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那个时候要咬好，谢谢。好，那这个说是每天现打现处理的金桔汁哦，那现在就喝喝看哦，外表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哦。好，那现在就打开了哦，那就马上喝一口看看哦，这个喝起来感觉蛮微妙的哦，有点像是金桔汁跟柠檬汁的混合体，然后初喝的时候这个感觉有点像槟榔的味道哦，蛮特别的哦，然后2分甜这样子而已哦，然后但是越喝越顺口，有种蛮重的味道，像槟榔汁，然后可是也有一点像，我说不上来，蛮特别的味道。我刚想起来了，就是也有点像那个酸梅的味道，蛮复杂的味道哦。那但是喝起来，总之会越喝越顺口，倒是真的哦。好，那这个淡淡的金桔汁哦，我要给它90分哦，但是你要喝得惯它的味道了哦。最后这就是这一间店的名片哦，爱乐沙，来自马来西亚的独特好味道。这里面还有2页哦，可以按暂停键看一下。最后就是这一间店的地址啦哦，台北市万华区中华路1段124号，然后营业时间在下面哦。个人觉得这边的东西就是蛮特殊的哦，吃起来蛮有香气。那我觉得最好吃的是海南鸡饭哦。第二就是刚那个汤啦，第三是这个金桔汁，那各位来用餐一定会有很特殊的感受哦。然后但是座位很少，要注意哦。那就是跟这位小姐结账哦，她蛮甜蜜，
甜美的。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哈。好，拜拜。